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熊。我是卡琳娜。哒哒哒哒，丰收啦！干杯！干杯！啊，我们克雷生葡萄成熟了，大家请看。哒哒哒哒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对对，我们的克雷生，甜甜的无籽葡萄啊，可以吃葡萄，吐葡萄皮。啊，是。好甜。哇，真的是，尤其是犹太呀。对对对。它更美了。嗯。大大的粉红的，现在刚开始成熟，会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，但是越往后的话，它会越来越甜，越来越甜。不好意思，有点重。对，是很重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看一看。哇，葡萄很多。嗯，最好还是现在买。嗯，因为它第一口感更新鲜，更好吃。新鲜采摘，现摘现发，给我们的农民多宣传宣传一下。我的家乡有3.5万亩克伦生无籽葡萄。如果有客商朋友的话，也欢迎你来采购，因为我们俩的话卖的话可能只卖了一点点，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。对对对，但是我们希望多帮助我们的农民，嗯，当地的农民多宣传一下。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这是山西省永济市青头镇的葡萄克伦生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来采摘，多吃一点。是的，你们不会失望。好吧，那我先关摄像头，我们继续吃。是的，大家不好意思。顺便我们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包的情况，打包的怎么样。嗯，大家看一下葡萄是怎么打包的，因为有很多人会在运输的过程中会担心会破损。冬枣我们已经排过很多次，大家都比较认识，都比较熟悉该怎么打包，冬枣该怎么发货，但是葡萄还没有，所以我们要开始了，是吗？嗯，你看你脸皮那么红，你觉得你是个老板，你随便可以吃吗？是，好尖，可以。嗯 ，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丰收了。我的是花生葡萄啦，我就是这头。哎，老板带我们去看一看。啊，现摘现发，新鲜的，新鲜的，让大家看一下颗粒。哎，可以看呀，这是克伦生无籽葡萄。对，可以吃葡萄，不吐葡萄皮。现摘现发，大家看一看呀，这个杆是成熟的，然后这是新鲜摘的，啊，可以看绿色啊。果子的成熟度，粉红色的适合发快递，再成熟一点就变黑了。今天摘的主要都是稍微偏粉红色一点。哦，葡萄山葡萄海。这边就感觉他们没见，他也等着吃啊。见过见，开始见过。今天是包好的，包好的，先包好，然后放一段时间。为什么要我这样让他？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漏气。你看，这漏气了，你看。这个漏气了，这样可以检查会不会漏气。检查一下这个会不会漏气。嗯，对，现在就不知道有什么问题，所以先放一段时间再包。哦，我来让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对对对。要剪，你看这个也有点软。嗯哼。正常的话就，你看这几串都有点软，所以说正常的话就这样，给它包好一串。在运输过程中，这个很容易，就是掉颗粒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所以说我们包的时候尽量包好一些。这个不行，对，这个不行了。小凯也在这里，小凯来打招呼。好。我们继续看大家有没有问题了，一起检查。换一个袋子，或者。嗯哼，可以。可以，可以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也漏气了。那就漏气了。这个漏气了。这个，嗯，哦，对对对，能感受到。对，这一箱拿出来。这个也漏气了。之前就是明天把洗之前放点晾，先放一下晾一下，然后就是要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葡萄的售后很大，就是因为第一个气度打得太紧了，大家会漏掉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就是你串形放在一块太多了，掉颗粒。因为是正常型，因为它颗粒很大，串很大。你看，这么放的话，它在运输过程中是这样跑来跑去，这个可能会掉一些颗粒，这些都正常现象。但是掉颗粒这个也正常，对，也可以。对，我们是坏果包赔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。也可以联系我们后台客服。麻烦你看啊，这个纸，这里是因为它定的包装，你看定的包装这里会容易碰伤啊，所以它这样，这样一弄不会碰伤，对，不会把它的气柱勾烂。嗯，这里多少斤？这个是4斤的还是？这4斤的，4斤的。OK。还有我们的冬枣，小开家里的冬枣，我们的葡萄。大
他这个，你看，他就是说他有人要加手，人家检查就行。哇哦！这是大船，这是大船，嗯。啊？不是我的，这是。嗯，去地里面给你摘，咱地里多。老妈让我去地里搞。是的。你现在准备打包？现在我们的。工作人员需要称一下这些箱子。哦，小心。啊，到这儿就算了。嗯。新鲜的。为什么现在最适合买葡萄？是因为第一价格很能接受，更便宜，会贵或者会越来越高。第二，口感更新鲜一些。对，口感很更新鲜一些。对，因为什么要更贵的价格？是因为比如说这些箱子，我们也需要包括价格里面也有这个箱子的价格。对，那是放入到冷库里面，冷库会按照这个整箱带筐子的价格，把筐子卖成葡萄的价格，还有就是打包费呀、冷库的费用、人工的费用，那个时候会更高一些，更麻烦、更贵一些。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现在下单，现在买新鲜的科伦生葡萄，现摘现发，现在还很有优势。摘下的葡萄，对对对，大家可以看看刚刚那个新鲜度。这个葡萄颜色真的很好看，色泽鲜艳。它是葡萄，但是很多人说它是红提，各有各的叫法，每个人叫法不一样。不但颜色很好看，而且它的口感也很舒服，也很甜甜，也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甜，格外甜，刚刚好甜，也不酸。对，14-20左右的糖度，因为我们这几天也测了，就是稍微带轻点的话就是14，然后正常的像颜色鲜红的就是16左右的，也有20。对，成熟度偏黑的话，在直播间也试了一下，测了一下，也有20的。和冬枣的糖度呢差不多。 对冬枣其实更甜一些。嗯，对，每个水果都有自己的糖度，所以大家不用比较一下，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就是皮薄多汁无籽，特别好吃，可以吃葡萄，不吐葡萄皮。对，也欢迎有那个采购意向的客商来我们山西省有机市青头镇。你就是青头镇，欢迎你。顺便那个做广告。因为靠我们的力量，就纯如果纯卖的话，卖的不多。我们只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家乡。因为这些农民，他们都天天从很早到很晚一直工作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帮助他们卖他们的科伦生，卖他们的产品。是的，如果有客商的话，欢迎您。我们也会接待你们。是的。